手机呢？我手机不见了。不是吧，刚才还在的，会不会被人偷了？你快打电话试一试。哎，我手机怎么回事？谁放在我这里的？哎，别说那么多了，根本没有。报警报警，这手机上没有小偷的指纹，待会就知道了。我没有拿你们的，这肯定不是我呀。哎，警察同志啊，这里是叶小路公交站了，我们抓到了一个偷手机的小偷。啊，谢谢。没关系，这肯定是你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你等着被抓吧。我没有，不是我拿的，我没有拿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是市局反扒大队的，谁偷手机？他偷手机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儿。那就麻烦你跟我回局里走一趟，协助调查。这跟我没有关系啊。你轻快的怕什么进去啊？走啊。这是一种专门针对女生的新型绑架骗局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谨记以下应变对策。一旦遇上被诬陷，千万莫慌，别接触手机，手机上就没你的指纹，同时大声报警，让他们知难而退。记住，一定别跟他们上车，上车会很危险。别跟他们上车，上车即拨打110。现在的犯罪分子越来越狡猾了，请看到这条视频之后，第一时间转发到自己的亲友群，来提醒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，避免上当受骗。尤其是女性哦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网友动动手指转发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看到，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份警惕。转发提醒，感恩感得。没看够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公众号搜索 RTT711， 关注精彩收看，就可以收看到近期好看的视频了。记住了哟，公众号搜索 RTT711， 快来关注吧。